那我讲的是慈善。认同慈济助人理念，21位来自各行业的志工参与培训，要融入慈济大家庭。上人的力量，他从刚开始的发心，怎么建立慈济这个医疗设施去帮助贫苦的需要帮助的人，让我非常的感动，所以我也想学习上人的精神。慈济从5毛钱起家，捐滴爱心回馈社会。在慈济中文学校担任老师的谢云杰要传承这份力量。他每天只有存5毛钱，他也可以救很多人。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要把这些理念跟小孩子们讲，然后让他们种下更多的福，让世界更好。从风在发放到素食义卖，达拉斯慈济志工深耕社区，散播爱的能量超过30年。这份如来家业需要更多生力军一起承担。大爱新闻关尔美国报道。